老板，这个是卖什么？这个骨胶炒饭，要来一份吗？哦，这多少钱？这个10块你一份。行，来一份吧。先打个小笨蛋。这不是泥巴吗？这个骨胶，刚从海上打捞出来的，新鲜的很。这是哪里的小吃啊？这个就是潮汕那边的小吃啊。这还要加香蕉呢。对啊，香蕉甜好吃啊。这吃法挺多。潮汕那边本地还有什么吃法呀？还加西瓜加火龙果的都有啊。啊，是能吃吗？可以吃，都这样吃的，吃了长寿啊，吃了长寿啊。我的天哪，再加点胡萝卜丝，搞点蒜蓉。吃起来什么味呢？要什么味有什么味，海鲜味、水果味，什么都有啊。就是熟的米饭啊，来炒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里面真的有虾吗？有啊，你这样吃的就是。嗯，要是没有怎么办？没有，吃的绝对下次在海里水里面跳，放心啊，没有事你找我，我去跳。一个字，绝。加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啊。好，确实有一股海鲜味。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一天能卖多少份呢？100多份啊。10块钱一大碗，好炸裂的味道。